Hello， 欢迎大家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周末的卡卡派双语 Talk Show， 我是 Patrick， 我是 Katrina， 会在每个礼拜六凌晨零点到一点，每个礼拜天晚上六点到七点在空中与你相见哦。Hello Katrina， Hello Patrick， Well it's been a week already。 Yes yes， 每次见面都、so、Nice to see you。 没错没错，很开心耶。对啊， especially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music today. Yeah, 那我们现在不是要 shake it body? 来一段吗？来一段。So, Katrina, why is music important? 我觉得这是一种疗愈身心吧，还有疗愈身心、啊。对对是。哦，那我跟你分享一段话。好好好。Music is the only medicine when there is no cure for the noise.My mind drowns in. Wow, 那不就是我这个疗效吗？所以我们的那个心思里面常常有一些的 noise， 对，一些杂讯。那些杂讯是从什么东西而来的？可能是生活的压力啊，是啊，是啊。然后那个股票的起伏啊，OK， 家庭的压力啊，哦，你有这种东西在 bothers 啊？对啊，然后那个外币要换成哪一国的钱啊，都很压力的嘛，对不对 ？All these noise drowns. 又或者是隔天要起床的压力哦， okay, 隔天。Oh my.要起床，对对，这个是超大的压力。是是。So the only medicine we have is music. Yeah, that's right. 尤其是现在啊，现在这种新冠肺炎，我们是在家里呢，就只能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和自己身心对话，是吧 ？Yes. So at this time, yeah, music is our best friend. Yeah, that's right. Music controls.The gravity of my emotion. OK， 这句话你有办法翻译吗？你可以直接翻吗？Music controls the gravity of my emotion. 就是说，我们mood， 我们的心境，就是我们的那个可以受到好的音乐来情绪，对情绪可以受到好的音乐来控制。是是是，对。对，所以你可以听一些很抒情的、啊、感觉就、嗯、哇好顺哦，对，真的真的，然后要很嗨的就有很嗨的歌，对对对，反正把自己的家当做夜店来经营就对了，嗯，是这样的，然后还有那个旋转的那个球出来，对，自己那个开关灯就可以了对啊，所以我在这里还有一段话我觉得也很酷想跟你分享 OK， 是 Good music calms my soul It takes me to another place Away from my problems哦，真的没错，就是好的音乐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情境，情境另外一个地方，对，然后你就不用去想这些所有的问题，对，就可以与世俗隔绝这样子，对啊 ，Yeah， transport you to another world， Yeah， that's right。所以 Katrina， 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我喜欢的都是那种老歌，哎，就是我大概就是那个老歌的魂嘛，潘安邦啊，那个年代、啊、是吗？我以为是那个山南山北走一回，也差不多了，差不多王昭君啊这样子，可以吗？真的吗？就是因为真的啦，因为这些都是就是我爷爷奶奶他们会唱的歌，那我就觉得哇塞，哇那个感觉，你就觉得哇，他可以顺便带你回到一种历史。哦，因为你现在跟奶奶住在一起嘛，对不对？是是是。然后奶奶是不是常常唱歌？奶奶喜欢唱那个邓丽君的这样子。哇，对对，所以可以可奶奶堪称盐城埔邓丽君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你们全家都很有音乐的才华，对不对？对对。然后我妹的话就什么都可以唱，嗯，就是歌手。是是是。哇，那我们说到这里，为什么我们讲到音乐呢？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有关。是没错，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非常厉害，也不能说他，就是他们整个团啊，就是哇，两个人千里迢迢来，但是他们整个团，他们是在台南的一个乐团，叫做 Coast Swing。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本身是吹小号的，那但是这只是他的业余的一个，应该说业余的一个活动活动，哇，吹小号是业余的活动，这个很了不得。但是他本身呢，是一个就是英语教育。有参与英语教育的，没错、oh, okay, 没错。那我们有好多的问题想请教他，没错没错。英文要怎么学好了？对啊，然后英文跟音乐怎么结合了？对，没错。然后为什么他在人生路途当中，他可以决定说啊，我想要来走音乐这条路？对啊，而且又发展的这么好。是啊是啊，就觉得又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女孩，这样子。是啊，好，我们就迫不及待了。我们在邀请我们的来宾进场之前，是我们请 Katrina 为我们来带来一首歌曲，好不好？好，那我今天要带来这首歌呢，是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那但是这部电影也其实是2015年的电影了，是那个《时空女人》。
时空永恒的恋人，时空永恒的恋 人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史氏的，就是史氏他老婆演的。哇，完蛋了，我连忘记他Black 请问你要讲什么Black 演的，然后呢这首歌叫做 Start Again 聆听着温暖的声音，让我有整天好心情，分享生活点点滴滴，随时陪伴着你，你最好的马吉，就是天上陪伴你，陪伴你放松舒服的频率， yeah. 就是天上你的马吉，每天空中与你相遇，就是天上在乎你。这首歌好听吗 ？Absolutely。好，那我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部电影啊，它其实叫做《时光永恒的爱恋》。这样子，然后是有，所以不是时光永恒的恋人 yes 然后所以他是布莱克莱弗利演的，那就是你之前演过花边叫 Gossip Girl 的女主角，他真是有够性感的、你整个电影就算把所有的音乐什么什么全部拿掉，那画面永远美，这样子也是一部电影。回来回来回来，我们要去来宾进场了。太投入了。对、啊，好 ，OK， 那我们现在欢迎今天的来宾 Rita。Hello Rita。Hi 两位。Hello， would you like to briefly introduce yourself？Hello, Katrina and Patrick. It's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my name is Rita. I play the trumpet in our big band. And the big band's name is called the Cold Swing Big Band.、Mm-hmm. Yeah, and I know that the reason you invite me and our band leader, Coles, here is to、share how we learn music、mm-hmm. and also a little bit about how I learn English. Yes, yes. Yeah, since in the daytime, I teach English.And in the nighttime, I play in my band.、Mm. So it's very happy to be here.、Yeah. Wow, the pleasure is ours. Yeah, that's、oh. right. You seem to have a very enriched life. 真的。By day, you teach English. And at night, you play music. Yeah, exactly. 白天教英文。对，然后晚上吹小号、哦，那个吹小号，对，哇塞，这不就是斜杠青年吗？ So、对啊，所以跟谁的？所以是这是这两个路线是同时发展的吗？从小时候就开始有接触音乐、嗯，而且对英文也是有兴趣吗？对，其实我小时候就还蛮喜欢唱歌的，是，对，但是就是我没有去读音乐班，是。那在国中，因为我是台中人，那我们台中有一间很有名的私立学校，然后他管乐班很有名，嗯、所以我就去读了那间学校，然后管乐班、嗯。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全班大家都很想要吹长笛，就是那种弦乐器的时候，木管通常都比较热门，所以其实事实上 trumpet 这乐器小喇叭是抽签抽到的，真的就是不是我自己选的，对，哇，不是自己选的，然后还可以这么厉害，就因为你有时候你不认识一样东西，然后接触之后才会喜欢，才会发现啊，原来这么好听哦，所以就爱上它了，这样，哇塞，所以啊，没事，您说，好，你看我们两个都有千百万个问题，对呀、啊，真的就是来宾抓住了，肯定要抓好太多问题了，您先说吧。因为所以你就是看这间学校，哇，他的哪一个班特有名，你就要去，就是他的，因为他的音乐就特好，然后你就选择自己选择，你爸妈都不会管你这样子吗？也当然不是哎、欸，就是其实我妈她觉得哎、欸，你可以去试试看，不是那么喜欢唱歌嘛。然后进去之后就哎、欸，因为其实学校就是有，我觉得也是缘分吧。是，因为当初也不会想说我要什么，就是缘分的话，我就既来之则安之。安之 ，Oh my god！、啊嗯、为什么今天的主题又回到了亲子关系呢？说哎、欸，你选择走音乐这条路，你父母有管理吗？有阻挡吗？真的、啊，因为不是每一个小孩子他都可以，就是爸妈都可以就接受的，是没错。因为那个 the talent is obvious, okay, unstoppable. 然后我们又回到那英文这个部分呢，因为很明显你英文又讲得很好嘛，嗯，那是怎么把英文变得这么好的呢？其实就是多模仿吧，
就是因为喜欢唱歌嘛、嗯、那唱歌的时候这歌词里面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意思也没有关系，是，可是你就模仿他的声音之后、嗯、你可能渐渐对这个语言的语感就会培养出来、嗯、那比如说你在学单字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字啊，你会说哎、啊，我好像唱歌的时候念过这个字、嗯、那个怕的感觉比较不会有，因为如果说白天像在教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学生有的人他是惧怕，然后他就会害羞、哦、会不敢念、嗯、哼哼，那如果说你把它变成一种声音，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语言的，那声音例如小时候我们就学妈妈说来你就念妈妈、嗯、那小朋友他也不知道妈妈什么意思，或者是说他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他跟着学，对，他也不会有就是 judge 自己好还是不好，是，那如果说你把这个语言想成是声音的话就会容易很多、嗯、我的感觉是这样、嗯、这么说很这个比喻 很有道理的，对啊，很赞、欸、对啊，因为我有一些亲戚他们小孩很小去上全美语的幼稚园，是，然后他们呢去了几个月都全部的小孩都需要演讲上台演讲，而且是全英文的、嗯、是，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他们上台呢确实是有讲出一段类似英文的话听起来真的好像英文，可是你去问他们哎、欸，你知道你刚才讲什么意思吗，其实他们是不知道的、哦、可是无所谓、哦、先克服最大的先克服最大的问题就是讲嘛，发出那个声音。那我觉得很多人学英文最大的障碍应该就是不敢讲。是，可是你现在都已经敢讲啦，对不对、嗯？然后意思是什么？然后再去微调，然后文法啦，然后增加新的单字啊，那个是第二步嘛。可是呢，最大的障碍先克服。对，有道理，对不对？真的，我觉得这样子也就是让我。relate my 我自己的那个经验，就是我以前小时候也是常常会这样子模仿，可是我真的不懂我在讲什么、嗯、可是当有一天你就是在哪里看到然后突然懂的时候，你那刹那爱上了这个语言，这样子，顿悟了，对，就顿悟了，就觉得哦，原来我之前都在讲这种魂话呀，就是那个达文西讲的，真的 ，the noblest joy is the joy of understanding， 真的，原本不明白，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对，那种快乐超快乐的，哎，大概是这样。OK， 好，我为什么聊到这个呢？不知道，就是哦，先学是怎么发音嘛，克服第一个障碍嘛，对。哦，哇，真的是很好的 tips 哎、欸。对啊、嗯，那所以您现在在引导你就是的学生啊，你有就是一样用音乐吗？还是？哎、欸，对，我觉得刚好怎么会讲到这个？就是我刚好今年因为你们大家你们知道108课纲要上路了嘛？那108课纲它其实有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棒，就是它让高一的学生可以去体验多种不一样的课程，叫微课程。然后那我本身是教英文，是，但是有这个机会我就开了一门跟音乐相关的课，那这门课就是里面有 beatbox 然后歌唱还有 acapella， 但是我是找这两个领域的专长的老师来教，我自己本身不会啦，是，我本身就是负责唱歌这一块，然后就是我当然这个歌也并不是一定要拿来教语言英文，就是我有选韩文日文还有台语歌然后中文歌让同学就是喜欢唱歌这样子，那间接就是因为我觉得兴趣是学习 everything 的基础，没错，所以说如果你因为唱韩文歌然后你喜欢韩文你就自己会去学韩文啦，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用音乐用唱歌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还不错这样，所以你去唱你喜欢的歌然后里面的一些歌词啊你可能就会对他有兴趣想去了解就去查、对进而就想要了解那个语言，那自己查出来就会特别哇觉得哇我好棒、哦、I made a new discovery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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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ense of achievement yeah, 而且我真的很多的朋友就像您讲的就是学英文是从唱歌开始，是，嗯，真的也是一种模仿，真的真的，因为那个旋律就好听啊，旋律好听，啊、然后呢，你不需要要求自己发音完全的标准，是 是, 是，也听得出你在唱哪一首歌，对 对, 對、因为不标准，它又有另外一种的感觉，是一种 style，OK，freestyle，、okay, 啊啊、Who cares？ 然后你这个课程已经经营差不多多久了？其实才第一堂，因为延后开学嘛，哦、所以才上一次而已。是、哦，对对对。那反应应该是蛮热络的、我自己是上起来觉得很开心，可以感觉到同学的开心，就爆满，然后还有旁听的这样子。其实就教室就那么大，就排队就排到那个校园外面。排到校园外面，没有没有，就是每一班这样子。哇，我觉得好有心哦、喔，就是用你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培养这些小朋友。
对音乐啊、对语言的兴趣。对，就是其实就是准备备课，主要就是要贴近学生的兴趣。你不能选一个什么明天会更好，可能现在这个世代的人可能我很爱这首歌，对，我可能也会去上这样而已。对，然后可能就学生他就好像这什么歌他不会有共鸣，是没错，共鸣就是很重要，就让他们说哇我会唱这个刚好最近最夯的韩剧的主题曲啊，比如说 It's You 啊，或鬼怪的 I Miss You Beautiful 那些东西，他们说哇实在太酷了，我在课堂上可以唱到这个歌，那哎真的真的就会想要学了。哦没错，所以现在最夯的歌是什么？爱的迫降。哎真的哎、欸、你很 follow 哎、欸、当然要 follow 啊，要不然你这人他们就觉得哦，哎、欸，那个为什么讲到爱的迫降就完全爆音了？你们那个、啊，你都不知道。如果你 you guys are too excited，、yes, okay, 再回来一下。你看到那个男主角，你也会觉得哇，我的爱也迫降了，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好好的学英文嘛。是。然后在你那个人生过程当中啊，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哇，英文真的很重要哎、欸，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我觉得第一次我有一个机会去美国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游学团、嗯、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们出国接触到很多，真的就是在当地你必须要讲英文才能买东西，然后你必须要讲英文才可以跟当地人沟通，那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是一扇门，如果我没有这个钥匙我就不能打开去跟别人 communicate， 对，就觉得哇，我而且其实以前其实你没有真正用的时候，你只是喜欢英文的声音，喜欢唱歌，喜欢模仿。嗯，真正你用到它的那一刻的时候，觉得特别有踏实感，很有价值的感觉，就是哇，原来我以前学的可真的是有用，对，有用，这样 making real connection。对，然后因为就是同学他们可能会害怕，他们比较不会讲，然后同学就说：“哎、欸、，Rita， 你去帮我买，你帮我讲。”然后你就觉得。哇，就自己好威、喔、哦！瞬间就变老大了，没错，就觉得人气马上上升，对啊，拢轰呐，对，就对啊，就觉得哎、欸，这东西是我可以发挥的耶，真的，嗯 ，OK， 真的是啊，对啊，因为老实讲啊，就是为了买东西呢，英文程度不用太好。真的，你去日本玩就知道了，就これいくらですか，就解决了，事情就解决。可是你并没有办法造成任何的连结，是，比如说要互动啊，要问更深入的东西啊，甚至跟人家就是基本的聊天，或是了解对方的文化，真的是需要一个基本的语言的基础。没错，然后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是不是 ，Rita 老师 ？Rita 老师呀，那我们现在呢，其实还对另外一件事情非常有兴趣，就是你们晚上做的事情，就你们的乐团，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乐团，好不好？哦，当然好啊。我们乐团叫做 Cold Swing Big Band， 那主要是在 Big Band 的部分，因为 Big Band 其实它是 Big Band 是大爆炸的意思吗？不是 Big Bang， 是 Big Band。哦 ，Band， 哦 ，OK， 太帅，我天丢！但是音嘛是加爆炸性的一节一节乐团呢，大的那个 Band， 大的乐团 ，OK OK， 好，来跟我们解释一下有多大呢？那大乐团其实它就是爵士乐的一个表演形式。对，那爵士乐像你在1930年代啊，美国的就是 Harlem， 就是一些舞厅啊，你会听到有一些歌手站在前面，后面一个乐团在帮你伴奏这样子。然后这种 Big Band 的这种演出形式，事实上就是我们乐团主要在练习的形式这样子。然后爵士乐，我们乐团主要是做爵士乐，然后比较宗旨比较目标是在推广爵士乐这一类的曲风，让大家可以参与，然后不要觉得说啊我音乐基础不好啦我就不能接触音乐，或是哦我没有学古典乐我不会弹钢琴，其实不是的，就像我刚刚讲模仿，你只要可以发出声音你就可以来我们乐团，哦，喜欢就好了。那个乐器会按一个键，然后就 OK， 来可以欢迎加入。基本上我们两个现在是有资格的，对对对。OK， 所以你说希望大家能参与，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你们的乐团，跟着你们一起演奏，是不是？对，演奏啊，或者是只是摇摆，
都可以。嗯，就是因为一般其实如果说有乐团都会有 audition 就是你我就是考试嘛，就是你要会这个会那个。我们乐团最酷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 audition 哦，所以没有三四个老大然后坐在那边，没有，然后你在台上说哎，可以给我唱几段还是那个发出一些声音，没有没有，就是你喜欢就来。哦，是哦啊，那怎么样筛选呢、啊？难道不需要一点的天分吗？哦，不用筛选，因为没有人要来啊，不是有啦有啦要有，就是最基本是喜欢这个团哦， oh, okay, 喜欢这个音乐，要先有 passion， 对 ，passion、oh, okay, 是最重要的 passion。If you are passionate about music， yeah， join Cool Swing， okay, yeah、oh,。那、okay, 所以说我们并不是什么招考啊，嗯、是招募、我们有一个一年有四季嘛，是。那我们就是每一季快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次，就是说有兴趣的就来看看我们乐团练团的状况，是。然后你就喜欢的话就留着，嗯 ，OK， 就这样而已。那另外就是说，那你们乐团现在应该是招募到很多厉害的人嘛？那你们的表演活动差不多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嗯，我们表演活动，其实我们主要先讲。固定有在做的事情好了，就是、Cos Ring 就是我们团长 Cos， 嗯，他我们的中文翻译叫狗屎云，因为我们团长的绰号、哦哦、好文创哦，对，团长的绰号就叫狗屎，这样 Cos、嗯、K O S、哦、OK 好，对对对，那因为其实这词可能有些长辈会不喜欢，但对我们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人家会容易记住 的是啊，对 啊，所以我们自己是都还蛮喜欢的这样，对对，那我们是每个礼拜四会有团练、嗯、那如果刚好有一些我们有像我们之前是在文创合作，就是我们在那边应该是这个叫驻场的乐团嘛，那我们在台南的人啊，对然后如果说有表演的机会就会让我们去表演，嗯，那有的表演是商演，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企业要办一些婚礼啊或派对啊，那邀请我们，那我们的团就会出去节目，嗯，对对对。那如果说有的时候是像 Toastmaster、嗯、之前有邀请我们，就 各种各样的表演的形式活动都可以找你们，但是就是先联系我们，然后我们讨论要什么什么编制啊，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感觉曲风啊、嗯、那我们去配合，是，对、哦、然后讲到曲风、嗯、你们是比较偏 Jazz 嘛，我们就是 jazz， 然后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jazz 吗？给一些 example， 嗯，什么样是爵士乐呢？跟其他音乐有什么不同呢？嗯 ，jazz 其实最重要、嗯、最核心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 improvisation，、嗯、就是即兴，是，嗯，就是要有个人的那个独特性。那我们会把它，我们会把它叫做 individuality， 就是，嗯，你就是你这个人，比如说歌手，像如果我拿。古典乐来比较好了，古典乐它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例如一个音色它是圆的，是纯净的，是浑厚的，那就是好、嗯、可是事实上像比如说举一个小号手 Louis Armstrong、嗯、他也有唱歌，是、哦、那他的音色就是那时候太好听了，对，就是对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对、哦、太好听了，对，那好听那个好就是我们都觉得他好，可是事实上他的嗓音 是有沙哑的， 是有会有破掉的时候会，但是那就是只有他做得出来独特性，对，那爵士乐就是我们乐团做的就是爵士乐，就是嗯，你有这个独特性，然后你对于你的表达是有想法的、嗯、这个语汇我们先把它学会、嗯、那我们在做的就是我们让大家透过 Big Band 的方式，因为 Big Band 就是它是看着乐谱，是，那真正进入到真的可以即兴的时候，其实你看的乐谱它不是每一颗音每一颗音把它写出来、嗯、它是给你一个 chord， 然后让你在这个 chord 里面你可以用爵士乐的语汇去发挥，就有点像 vocabulary， 有点像在讲话、嗯、所以进来学 vocabulary， 然后在这个 vocabulary 在这个语言当中你去讲自己想要讲的话、嗯、对对对，哎、欸，有办法帮我们哼一小段爵士乐吗？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嗯，哼一小段爵士乐、哦、对，因为我们想要那个更深入的体会一下，对啊，爵士乐是，爵士乐要 swing， 对， 1 2 3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当然也有人做 Bossa Nova 的版本、哦，
Find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就是其实这个 style 真的 I get it 哇真的就是你那个 style 学会之后就很轻松嗯就是你很轻快 groove 因为其实我觉得 groove is a word 厉害厉害就是你那个环境如果先 build 出来的就是你我们台南如果说有一个爵士乐的地方让你有一个环境就像我们不是学英文我们都要去比如说像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因为有在学校有一群好朋友去办营队、嗯、那我们就是把那个学校变成美国的样子、嗯、就是在那个学校你要布置产生一个环境让他只能讲英文才可以在这个才可以吃到饭才可以、嗯、哼哼才可以拿到他要的东西就是一个环境对学习一个语言是很重要的、啊、真的对啊那我们的乐团就是变成说如果可以提供在地人这个环境是啊那你可以听到那你就会渐渐的就有语感啦 真的哇很赞哦那那 Rita 老师有没有 一首喜欢的歌曲可以跟我们分享呢哦有但是有一定要爵士乐的吗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啊就是您喜欢的 because behind every favorite songThere is an untold story. Yeah. Okay. So, what's your favorite song? The favorite song at the moment would be 有一个歌手就是史密斯飞船，史密斯飞船，他里面有一首非常 sexy 的歌叫。我知道是哪一首。Yeah, yeah.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Oh my god. I don't want to miss a song.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放松着温暖的声音，随时陪伴着你，94.3，你最好的马吉。Love the song， 对、yeah, ，爱死了！天哪，那个什么 ，Rita， 可不可以帮我们给他唱一下？我的，再来一段是不是？再来一段，可以意犹未尽，我无法自拔、欸。我真的，我是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前面这段真的太浪漫了。是 ，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you breathing, watch you smile while you are sleeping.While you're far away and dreaming, I could spend my life in this sweet surrender. I could stay lost in this moment forever. Every moment spent with you is a moment I treasure.Oh my god Rita 的 voice 也好特别哦对我就是好喜欢这一段就好浪漫真的很浪漫耶、嗯、而且他的 lyric 也非常非常有感情真的非常有感情因为他刚才这一段他其实就只是在讲说他的睡啊他那样睡像他的那个听着他的呼吸然后看着他那个可爱的笑容然后就算他在那边就是在他的梦境里悠游但他可以一生臣服于这样子的 moment 我说哇塞这个叫 surrender Oh my god 到底是发生啥事啊我好喜欢哦一生什么臣服于哦臣服于对Sweet surrounder, sweet surrounder. 哦，好喜欢！哎呀 ，Patrick， 你要不要也来一段？来一段，把这整首歌全部念完。我没有办法用唱的。OK， 但是我跟你用深情的那个念一段。好，来，我很喜欢这段。是 lying close to you, feeling your heart beating,、mm-hmm. and I'm wondering what you are dreaming,、mm-hmm. wondering if it's me you are seeing. Then I kiss your eyes, and thank God we are together.Wow.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in this moment forever, forever and ever. Oh my god! 我是鸡皮疙瘩，我的天哪！这首歌真的是写得太好，因为他其实全部都在讲这种小小的事，小小的事，就是、其实只是握在你身边，感受你心跳的那种跳动，那种脉搏、嗯。然后呢，我真的很好奇，你在梦里到底梦见什么？是不是就是看到我这样子？啊、然后、嗯，然后他亲他的眼啊，然后就是真的很感谢上帝让他们在一起。Oh my god！ 就是我说些什么？所以他是用很小的事情去描述，但是描述出一个很。深的爱真的很深的爱耶、
歌名的名字啊，叫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对，就是任何一点关于你的小事我都不想错过，即使你在睡觉，对，即使你在呼吸，我都不想错过，即使是个屁。然后都是这样，没有这句话。OK， 我只想说不管是好还坏这样子。我们不要再拉了。OK， 我们现在有一位来宾在等着我们，是没错，是个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乐团的团长，是名为 Cos。我们现在有请 Cos。Hello Cos。Hello， 大家好。说实在的，我要讲什么东西啊？就介绍自己吧，因为刚刚都讲完了。啊，没有，我们还没聊到你。不会 ，Big Band 就是有你的灵魂在，不就是要由你来聊？但就是我们真的要讲英文，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OK， 来一段吧 ，Please。OK，OK、okay, okay,。Give us some English。其实我英文没有很好啦，所以呢，我可以讲的跟国中生一样。My name is Cos。Yeah。This is a book。No， no， no。太喜欢了。可是我觉得你就算你应该还有听到您、啊、等等，已经介绍完了吗？介绍完了吗？啊，还没。他可以继续讲。我想说 ，This is a book、哦。然后来，你继续讲一下这什么 book。哦、不要问我什么。我正要想说，哇，它是用一种 metaphor。OK，metaphor 的中文是什么？来，是隐喻自己，如同一本书。但是到底是要是像什么样的一本书呢？是。然后结果没有下文了。好了，我讲一点点而已啊，真的是。Actually, my English is really sucks. Yeah, so I don't know. I'm the grammar, the pronunciation is not good actually. Yeah, but I just have a courage to speak English. Oh, that is good enough. Yeah, that's the key point. Okay. Really, you were speaking English. Yeah, 真的。And you are doing already better than most people.真的、啊、你敢说就已经是大大的突破了，没错没错。所以后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讲中文了、可以讲中文啊。台语嘛，写塞台语，对对对，我也在讲台语。好，那我们来聊聊好了，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一小段是关于这个乐团嘛，是，然后您就是这个乐团的创办人，对不对？那一开始为什么有这样的初衷来创一个这个乐团？一开始有这个初衷哦，你可以说就是我刚回国，我去国外是读音乐的，是，然后、哎、呦我出国鬼哦，我来是安内，有洋墨水的啦，对对对，那个第二题，第二题，好、啊，先说，贵强，贵强，贵强醉的对啦，然后呢，就是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去一间 bar， 然后我们在那边有个 jam section， 嗯哼嗯，然后我们在那边。其实每个乐手都很好，可是后来出来的音乐我觉得很糟哦，因为大家都太有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吗？可以这么说，是 是对。然后后来我们那一天结束之后，跟其他乐手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讲说啊，我不要，我不是不太想要说大家都很好，然后出来的东西是个 garbage， 就是垃圾这样子。对，我宁愿大家都是垃圾，但是我们就像做资源回收一样，出来是好的东西。嗯，对，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去成立一个乐团，专门收垃圾啊，不对，对，我们就去成立一个。好，那边我们待会帮你逼掉，帮我逼掉。对，我们就去成立一个乐团，然后我们想说去推广这个音乐的环境，然后呢，不论你是什么，不要讲垃圾。不论你的程度怎么样，对你都可以进来，然后我们想办法让大家音乐出来是好的，就这样，这最主要最主要的初衷。哇、哦，好棒哦！就是音乐是乐团，应该就是 teamwork 的一种嘛，对不对？ Yes,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来独秀很强没有用啊，可是你最后 end product 是 garbage 也不行啊， yeah, 不行不行。OK， 所以你这边你的那个。统筹的那个技能要很强哦，真的。统筹的技能，统筹就是大家来收了很多的不同各样的人嘛，大家的要点满，通常不是收人呐、啊，通常是收钱啊、哦，是收钱。就是一首歌，他至少在那边打响板也是可以这样子。人来了也得付费才可以加入你们这个庞大的组织嘛。对，然后一起与你们同欢。是是是，哦，对。If you want to have fun, you need to pay。这个是合理的。对，谢谢你帮我延长。对，然后呢？好，你收到大家，然后大家在一个很非常快乐的环境里面学习音乐嘛？是。那你的工作应该就是确保大家所生产出来的。这个音乐或是最后的那个 end product 是好的，对不对？对，所以刚 Patrick 有讲说，哎、欸，那个要怎么称呼？我们通常讲 band leader，band leader 就是团长，但是 band leader 通常
做的事情大概都像行政的事情，或者是那个团出事情被出来骂一骂的那种，就比较像负责人。对，那另外一个就是 conductor， 就是我是乐团的指挥这样。OK， 就是那个乐团的灵魂。真的啊，你指挥指挥不好哦，真的是母汤哦，就偏差，因为他乐团的 vision 啊，就是乐团的走向啊，几乎都是您在策划的嘛，是多数。真的。那现在可以分享一下乐团里面有什么一些故事很有趣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们乐团的故事都满十八禁的，怎么办？啊，真的好，没关系，我们聊一段，然后那个有些那个零点到一点的节目有些名词你自己逼掉。有趣的故事哦，你们现在突然给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时间想一下啊？没关系，那我先进到我本来想要问的那一题。嗯，好好好，就是呢，听说你嘛是出国深走过嘛，啊，你主要是去多几国？哦，去美国啊！哦，美国，美国，米国，米国，米国的哪儿啊？米国的德州，就是大家问都会问有没有杀人狂的地方 ，Texas， 夜店掐。哎，拍谁拍谁？我英文去重学一下，我要回去重学认识一下 Texas。好，那你去了德州差不多多久？四五年左右。哇，那很久哎。嗯，他们四五年真的很久。他们那边德州枪也很。就是好礼，对，然后哎，那总是可以分享一段在那边的故事吧？分享一段去那边做什么故事？做什么？我去那边学音乐啦。那你一开始不会很害怕，因为像你说，哦，你怎么你英文很差？虽然你刚才英文也是讲的不错啦。哦，你讲哦，那就可以真的刚到国外的时候，刚到米国的时候，连接电话都会怕。这是应该所有留学生就觉得鬼来电了。所有留学生接电话的为什么一开始去就马上有朋友呢？对啊，我来台湾这么久都没有人打电话给我。哇，那你可能做人比较做人去掰，做人可能要思考一下。继续，为什么接电话很害怕？就是因为你那时候什么要办电话，要办什么东西或干嘛的，然后你讲电话，然后你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哎，真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所有要处理有关你生活上面的事情，是，哎，接水电你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哎，真的，哎，然后办电话你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哎，然后跟我讲什么 T-Mobile， 然后有人又 T-Mobile， 有人念 T-Mobile， 有人念 Mobile， 然后你听下来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或什么的，反正那段时间，然后去买菜啊，又很远啊，去了，然后一大堆墨西哥人，然后他们讲话你也是听不懂。然后你光去他们的餐厅，然后很有趣的，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菜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他们的有一个叫拉面，有一道菜叫做拉面，他们就写 LA， 然后什么 mail 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然后点了之后送来水饺，然后哎，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假的？你点的那个拉面或者是炒面，然后上来的是炒饭，对，然后就哦，原来这道菜的名字叫拉面，但是它其实是炒饭呐、啊。我觉得他们只是送错餐，他们没有送错餐，他们然后呢，这个是叫做 random distribution， 就是你吃到什么跟你点什么是无关的。对对对，你只要知道那一道菜的味道。那一道炒饭的味道叫做拉面，对对对。哎，所以你去的时候是几岁啊？我去的时候是几岁？其实没有特别算，二十几吧，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哦、没有特别算，就是算我们自己的年纪，数学也是要很厉害的。没错，我就大概大学毕业三岁吧，我这样子。大学毕业去的时候，那时候是已经就计划好要去的是不是、欸、啦。说实在、哦，当完兵。对，可能再隔个两三年，计划好要去。对，后来啦，是我毕业之后才想说要去读音乐的，因为我原本是理工科的嘛。是、哦，对我原本英文超烂的，就是。哇，那你也是很跳痛哎、欸，理工科然后到音乐去。对。哇，这是有个音乐魂在这样。是啊，你不可能抹灭这个音乐的血液、哦。真的。所以当初为了要去读音乐，是要把自己原本很烂的英文想办法弄起来。Oh my god！ 对，然后什么？那时候就是整天看什么六人行啊？哦哦、oh, oh, ，I like it，I love it，I love it。对 ，Calm down，Calm down，Roster Rachel， 我现在都还在看，对对，到现在还在看，对不对？爱死爱死，真圈的人，我爱死了。OK， 好，回来，各位各位。我想说，把六个人都念完，我们秩序秩序，请给一点秩序。好好。所以你那时候要出国之前，意识到自己的英文很烂。对，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英文救起来。对，所以你是在出国之前就开始抢救英文吗？对，
然后我去补了托福，哇，对，然后我补了托福，然后补托福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没错，因为我那时候我也超讨，也没有说超讨英文，我都没有到很讨厌英文，然后我就补托福，我就觉得哇。Are you talking about？ 没错，没错，他很苦，他真的很苦，真的很苦。所以呢、欸，我去了两堂之后，我就没去了。OK， 好，那我知道你怎么做过来的。我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要去补托福啊？如果说你想要出国，你要的应该是练习 conversation 啊，应该是去。可是他还是要考，你还是要考托福的。哦、我那时候已经考，我没有纸本了。嗯、我们那时候考托福的时候已经是 IBT，、嗯、就是从头到尾一大堆听写啊，对，在电脑上面考。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刚改制，所以去补托福，想了解一下他考试的这个的过程，然后就是、嗯、对，有很多 conversation 的东西或什么。可是其实，在台湾真的很难练习，真的很难。所以其实我在台湾，我那时候补托福，然后后来我其实也没有真的去补、嗯，然后考出来成绩也没有很好、嗯，可是因为国外的 admission 过了，嗯，那我就先过去。过去了之后呢，我就想办法在开学之前最后一次有一次考托福的机会，我在国外把托福给考过，然后才留下来。欸、所以如果我没过，我就被遣返这样子。哦哇，叫你气切哦，哇，那个压力超级大、欸，堵在那一次托福，对，就堵在那一次托福这样子。啊、可是，在国外，你周遭的朋友们应该是讲英文的吧？哦，对了，在 Texas 应该亚洲人没有这么多。可是其实，在国外的时候，年轻人比较没有那么有耐心跟你练习，所以你都会去教会。嗯，然后就很多阿公阿嬷坐在轮椅上那边、okay. 啊，然后慢慢的跟你讲英文，是是是，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去跟他们练习。所以其实到那边的时候，就是到国外的时候，就是其实学习上我也是就是一直听啊，嗯，争取机会去讲啊，一直听啊，读啊，看啊，其实就是多听多看多读，就其实后来也是这样子，是，对，然后呢就凯旋归国，真的成立了。Cold Swing，Big Band、yeah. 这个乐团是，而且呢，帮助了很多对音乐有兴趣的年轻朋友们，是年轻朋友们嘛哈？你的那个 age group， 那你觉得你的年轻在哪边？我们那边大概70岁以下都算年轻， 对， 对，心境年轻。Exactly, age is relative.、Mm, yeah, that's right.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那对这个乐团未来有什么样的憧憬吗？就是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能够可以落实？希望有什么方向落实？就是我不要再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在找钱了。那成立乐团，虽然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是虽然很爱提起来，对，嗯、但是其实愿景就是希望大家后来对于学音乐这个事情，有点像学英文一样，是，哎，就是不要怎么说那么害怕的去讲，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学音乐一定要有天分，嗯，我也是这样，我一直都是这样觉得。一定，可是对我们来讲，学音乐根本不需要天分，因为就付得出学费就可以了。不是，不能这么讲。First、step， 对，但你有帮我讲这个，但是通常我搞笑的时候才会这么讲。如果你有帮我，还帮我拉这一块，但是呢，对我来讲，就是如果你会讲话的话，你会讲任何一种语言，那你就应该会音乐。嗯，所以。我没有遇过有人不会说话，就算他今天有一点智商没有那么的高，但是他会，他还是会讲中文，是是，对，所以呢，基本上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语言，它只是一种声音，然后它有它的逻辑，嗯，那一样啊，那个所有的语言也是有它自己的逻辑存在，所以其实只要你可以会讲话。你学音乐就有天分，嗯，对，然后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然后有这个环境，然后让一般人不要再认为哦，学音乐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他可以先来接触，所以我们没有 audition，、嗯、对，完全的初学者都 OK， 完全的初学者都 OK， 只要他盯得住啊，所以他如果是初学者来了，他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打买乐器，三角铁，买乐器。要不然在旁边先听，跟我们一起喝酒这样子，这是初学者的工作。Oh, okay. 要不然就是去买酒啊，
啊，对，哎、欸，这不错不错，好 exciting！ 你可以去买酒、欸，我们团都边喝酒边练团，是，哎、欸，这个环境好像很不错，很不错，真的。你们的据点是在哪边呢、啊？我们在那个台南市火车站旁边，走路不用五分钟的距离。哦，是这样近的。对，以前有个，你只要出火车站右转，然后就会到我们那里了。前火车站吗？对对对，前站，前站，前站，然后。那个成功路刚刚有猪叫声，然后呢？没听到没关系。那个就是在北门上，以前旁边有个统联呐、啊，可是现在统联搬走了、哦，但我们就在那个全家的楼上。不过现在全家也搬走了。哦、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很想要来更了解你们，甚至可能会加入你们，嗯、要怎么搜寻得到你们？其实呢，你就只要在网络上打上“狗屎运爵士大乐团”，不论你 Google 啊，或者你在 Google Maps 上。都可以找到我们，会有团员招募、okay. 然后大家就是来，然后大概知道这个团的走向运 作, 作对，然后我们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就清明年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表演队、哦、营队爵士基因的营队、哦 okay. 对，然后都有一些国外的老师啊，对，不过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国外老师通通很多都被踢掉了，是，对，就只有一个就是不用筛的老师这样子，就、哦、就你们两个去教，然后都用英文教，就是像国外老师，不是，然后后来就是有就多数都找国内的老师，嘿，嗯、哼哼对对，哇，蛮有趣的，所以对音乐有兴趣的朋友。嗯就不要错过哦，没错，要带就是到 Google 上面打“狗屎运爵士大乐团”。对，那我们在这里请 Cos 老师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好不好？对啊，你们那时候给我，其实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蛮艰巨的任务哦。Oh, OK， 因为要选一首歌很难，因为我喜欢的歌会被消音哦， oh, 就是从头逼到尾的。对对，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给我们第。那个 second favorite， 对, 對, 對, 對，第二首，不要敲太多的。对，所以我就选了两首吧。不过里面有一首叫做 Nowadays， Nowadays， 对 ，Nowadays 是怎么翻译啊？当、嗯、今，对，当今 ，Yes， 今非昔比之类的这种感觉嘛。那是一来的告诉阿内贡的差不多，差不多的鞋当阿内贡的一个。音乐剧《芝加哥》里面女主角最后的一首歌，哇，对对对，它叫 Nowadays。Nowadays，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 Nowadays。